电信公司人员用仪器侦测地下管线位置，也确认一下道路坑洞跟地下管线通路有没有直接关联。市议员宋伟立指着刚填补过的路面表示，就算填补过，经过车辆碾压，没多久就会出现坑洞，有的填补不到两个礼拜就又塌陷。这个情况发生在基隆市中山区通明街11号附近这段大约200公尺长的道路路面，近期以来因为不明原因不断产生坑洞，让当地居民十分担心会不会地基已经被掏空，因此向市议员宋伟立反映。宋伟立也特地和当地里长前往关心。是大概一个月以前接获这边的里民电话，说这边通明街18号这个地方啊，就说填补那个坑洞啊，填补的真的很丑哈。然后我到现场来看，然后也了解到，就说他跟我讲说，整个下面都掏空哈，然后就他们就这样子，很敷衍了事的就把它弄起来。那时候我就在查到底是哪个单位。那据昨天里长跟我通报，告诉我说是中华电信他们来补的。那我就跟我们的建筑工友课哈。然后就联络，那我就跟他讲，因为昨天也发生同样的情况，11、16、18、20，等于4处的地方哈，都下面都有坑洞，所以说我合理的质疑下面是不是已经整个土石都流失了，那很怕，生怕，就是说希望说我们政府单位或者是有关单位能够把它整个开挖起来，让我们了解到底它的水源从哪里来，是不是下面已经掏空了。对，也谢谢宋伟立议员帮忙找寻相关单位一起来会勘，希望来解决是否有地层下陷的疑虑，或是相关的一些坑洞希望把它填补跟解决这个此个问题。由于这段200公尺长的斜坡道路路边居住有上百户居民，如果真的是道路地基被掏空，议员和里长担心的是会不会有地层滑动的现象影响到附近房子，因此将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赶快前来会勘查明原因，尽快处理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